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喜欢喝西瓜汁、草莓汁，还是我这个小兔汁？我有点不适合这个节目，谢谢。罗杰，哎，你要买西瓜吗？买一个西瓜送一个我这样的小傻瓜。哦天哪！我想跟今天在现场所有的续航官们说，今天你们要看好自己的心。小心会被我们队的孩子偷走。哇，太贵了。狙击手已就位，你们的芳心已经被锁定。狙击队加油。寇聪，我想跟你讲，你以后衣服可不可以不要穿起来？真的，哎，寇聪，我真心话，我觉得你以后不要穿太多。不穿最好吧，就是真心话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对自己练习时候非常努力和猛的人。你要知道，这所有的东西都在你的身上体现出来了。再一个，你身上的所有的线条会让我觉得很阳光，很有能量，很有 energy，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样的 cut 是非常好看的。好，我听老师的。来，秀秀老师，你觉得他穿的多吗？不，还可以。来，陈潇，性感一下。来，你开始。君，你在干嘛？干嘛？还对不太对？想听程潇主理人唱土味情歌《九十九朵玫瑰》。我送你九十九朵玫瑰花。没了，我只会这一句啊。程潇主理人，这个是赞多主理人给你写的。对，请问你这个节目里以后想做什么样的作品？我想做什么样的作品？好的作品。好的作品。可以。OK， 那如果要到舞台上来表演的话，你想要表演什么节目？那你下去。好。好嘞。好，刚刚场子都太热了，我来帮大家冷一下。听说大家都很喜欢我讲冷笑话，对吗？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。好的。答对，如果答对最多的人，就是会有一个奖励，我有准备一个礼品。哦。好。第一个问题来了，医生在给我把脉的时候，他突然笑了，是为什么呢？喜脉。不对，但是你刚才没有演出来啊。就一个医生，他突然给我把脉，他把脉的时候突然，他笑了一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卖笑。不对，不对，幽默，因为把到了你的幽默。哦，差不多这个意思，因为他把到了我的 smile。
哇哦，好冷啊，你这个根本不能超越这个。有请下一个。好，那下一个问题，下一个问题。26个英文字母里面谁最经常犯错？哎 ，X 啊，不对 ，NG 不对 ，A 不对 ，H 不对 ，Z F Q F B C D E F G， 你们这样子从头到尾猜一遍哦，不对。其实你今天压根就没有准备那个奖品，对不对？我准备，我真的准备了。X Q 不对 ，X 不对，都说完了。M 对 ，M 为什么 ？M 因为 I'm sorry。你怎么没有答对 ？I'm sorry, I'm sorry。还想玩吗？我们奖品还没拿到呢。哎，那来一个简单的。好。动物园里面的小动物都去春游，只有小羊没有去，为什么呢？羊没了。不对。羊了个羊，懒羊羊。不对，不对。羊被圈起来了。不对。就那种往那种很冷的方向去想，他没有衣服穿了。不对，他被关在冰箱里。不对，杨春梅什么？杨春梅是谁啊？可能是我的本名吧。我觉得这个答案比较好笑哎，怎么办啊？好了好了，行了行了，可以了，春梅姐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，春梅姐。因为他打妹，对，什么打妹啊？因为其他的小羊都打好好好，只有羊打妹打妹。Oh my god！ 打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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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妹。小明和他的女朋友都是美术院的学生，小明的女朋友的绘画技术比小明更高一等，但是为什么小明的期末考试成绩却比他女朋友高很多？ 好难啊。他女朋友就是考试的时候发挥不好。不是，评判分数的那个人是小明认识的人吗？不是。小明的作业是他自己做的吗？是。哦、oh? ，小明的女朋友是不是没有参加比那个考试？不是，参加了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哇，是。浪费了。所以那个他女朋友的那个考卷上写了他自己的名字？不是。哎，是不是那个小明的女朋友他在改卷？不是。分数高和低跟我们字面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吗？不是。他有作弊吗？没有。那怎么办？没有人能答出来。我的奖品给谁啊？我想他们有没有可以答的吗？你们也一起答好了，他们不太行。我们也不太行。小明长得丑吗？是。哦哦，继续。跟他画画的内容有关吗？是。啊，他女朋友画的小明。是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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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把完整的答案说出来。就是小明长得比较丑，他女朋友画的是小明，所以他得分比较低。对。哇，这拿命猜。等一下，你上台。你超级厉害的，我损。他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去要来跳街舞，不去当侦探？所以因为长得丑，所以他这个画就没有好看。所以他这个画没有办法好看。你 get 到了吗？你 get 到了吗？你 get 到了吗？来，这就是我的奖品，五色第一大聪明。真是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五社从来没有奖项的，就除了最后总决赛之外，这是我设立的第一个奖。谢谢，恭喜，谢谢大家捧场。